好可怜的士林夜市，好可怜的士林夜市。这就是士林夜市啊，都没人啊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然后又到我们那个大家来吃便当的时间。那今天冰箱搭火车到台北来吃便当，好，那因为现在已经开放内用了啦，哈，啊，所以说，来到这家食材运转，好，是台北蛮士林这夜市这边蛮人气的一家快餐店，好，然后今天就来这里先吃个，听说他的鸡腿饭很屌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他的鸡腿吧。好，那这就是时来运转，我的车友跟我推荐的鸡腿饭，看起来真的蛮厉害的。好，然后大家把这个想象成是一个便当，好，因为包便当应该内容都一样。然后在店里吃的话可以加饭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。它的白饭都有肉燥，然后菜有三种：小白菜、蒸蛋跟高丽菜。然后再来就看这个鸡腿，哦，它这个是大腿，有鸡排来的，哦，外皮应该是炸得很酥，哦，然后看一下断面，就是去骨鸡腿排，里面还蛮 juicy 的。好，啊，那接下来就来吃它了哈。好，那现在来吃这时来运转的鸡腿饭。好，那因为是在店里内用啊，所以说。当然不用按照惯例，因为不用剪便当盒盖子。好，那别的按照惯例要来，那我们先来看青菜，好，小白菜，小白菜，好，菜的味道还 OK。那是高丽菜，高丽菜，高丽菜味道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在幼稚园吃的那个大锅菜的感觉。啊，煎蛋、蒸蛋。蒸蛋，蛮嫩的。吃到了，
饭，那饭有加肉酱，这丹麦肉燥饭也蛮好吃的。大家吃他们的那个鸡腿，鸡腿那个皮很脆啊，然后里面还有带 juicy， 那个鸡腿有先腌过，它应该有腌米德香，米德香的味道很重。那基本上这鸡腿不小块啊，应该T6有吧，应该有T6的 size。 那这个鸡腿的排我吃完大概就饱了，确实还不错啊。那一个鸡腿饭是110，那台北应该算行情，OK， 那这就是今啊没有，还有最后还有那个店里面的饮料是不用钱，好，前面有拍到了啊，饮料有4种，有饮料，好，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运转的。鸡腿饭在台北市营业市里面。好，那如果觉得今天的介绍不错的话，欢迎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哦，美食资讯便当第一手资料不漏接。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，拜拜。